Загорать на пляже. Загорать на пляже. Пляже 能不能用？你们想想，沙滩能不能用 в？ 啊，它就是一个平面的，是吧？你都在摆那晒的，都是是吧？摆那晒的。Говорит Таня。现在 говорит 后面是特结尾，后面又是特开头，就可以连读。Говорит Таня。就你不要说成 говорит Таня， 就 говорит Таня。Не。Летом слишком жарко。Душно。Слишком 老师已经讲过了，加在什么呀？形容词或者副词之前，表示过量。不要这样夸人，说 ты слишком красивая。哎，你都没大劲儿了，他，是吧？就 слишком 就有过度的意思啊。你想夸人，你可以说 очень довольно， 相当的美了，你非常美了这种啊。千万别说你美过度了呢。ты слишком красивая， 立刻让人想起保命了就。слишком красивая。对，但是 жарко душно 这里面都是什么副词啊？谓语副词，谓语副词没有主语是吧？没有主语，也没有主体，这里面呢拿掉之后句子不成立。говорит Таня。А я люблю осень. Осенью. Очень красиво. 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очень красиво 还是一个谓语副词是吧？那么 осенью 回答什么问题啊？高个大的问题是吧？所以这个地方如果给你 осень， 啊谢你 ，осенью， 你选什么呀？明白吗？给你一个 красиво， 你选 весной、весна 还是 весенней？ 啊？就用 очень красиво， 前面把第一个词 очень 去掉，在这三个词里选一个，选什么？为什么这两个不行？啊？如果是名词的话，后面应该有跟它一致的形容词，是不是？或者一致的动词，有没有这里面？没有。如果是形容词的话，它要跟它找跟它一致的什么词？名词，有没有？没有，就是说这是语法自查的，你只能而这个表示时间的嘎嘎大个介后面可以直接加什么呀？谓语副词 ，красиво， 是不是？对 ，в это время，в это время года， 在当前怎么说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молодец Галя，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注意这是附加几格啊？四格。现在我们学了，在哪年，在哪月，用什么呀？附加六格，附加公加度，附加公面写词，在星期几是？附加四格，注意星期几要加一个。星期二的时候叫 вторник 是吧？有一个 о 的加上一个元音，然后呢，在季哪个季节附加几格？就这样的吗？附加过一不列面 в это время года 附加四格是吧？然后在星期几附加四格是吧？把这些记住了。有一个更重要的是，在星期，在上星期、这星期还是，那加几个？那加六个，这些最基本的要记住啊。最基本的记住。Так, земля разноцветная。земля 在小写的时候是土地的、大地的意思啊，大写的时候地球的意思。前置词变变不变都是那。作为星球的时候 ，земля 地球。前置词也要用哪？在地球上，所有的星体前置词都用什么呀？那，比如说 Луна 是月球，那么在月球上呢，就是 на Луне。на Луне есть жизнь。Молодец, Юра, молодец, Петя。这就是反应，你要跟着反应，反应很快。就月球上有生命吗 ？Есть жизнь на Луне。Есть ли жизнь на Луне？ 月球上有生命吗？так, дальше。Зеленая, желтая, красная, коричневая. 大地是什么颜色的？说了几种啊？绿色的、黄色的、红色的和棕色的。Марси дождик. 为什么这里不说 идет дождик？ Дождик 首先是小雨啊，原型是什么？ дождь， 或者念成 дождь， 两种读法，或者念成 дождь， дождь。都可以啊 ，Марсит 指的是毛毛雨啊，就秋天的时候下毛毛雨，是这样的吗？秋天下毛毛雨还是春天下毛毛雨？我觉得秋天的雨很大的，秋天的雨很大的。
但是有人，人家这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国家，你也不知道是哪个地方的人在说的，是吧？你想想，长江一带的人说春天的雨，那跟咱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一下下一个月。北方是永远不会下这么大的雨，除非有水灾的时候。马西多什吉克，前面的动词跟后面的名词是配套的，是吧？小雨，然后是沙沙，是不是前面马西特蒙蒙，就这类的意思啊，蒙蒙的下。我信，浪漫季节里面过的，是一个浪漫的季节。romance， 跟英语是不是 romantic 是吧 ？romantic， 浪漫季节呢？А я люблю зиму. На полях, в лесах, на реках и озерах. Везде белый снег. 大家看一下这里为什么都用复数啊？首先复那要注意，除了森林，其他都用什么呀？那，用复数的时候一般这个指大片的，既指泛指又指大片的，明白吗？因为大家说对雪的描写，是不是一看白茫茫？我们叫是吧？我们叫白茫茫，对雪的描写一般都是什么呀？用复数的，用复数说，在山川、田野、湖泊、河流里，到处都是白雪。Мы можем кататься на коньках, на санях, ходить на лыжах, играть в снежки. Говорит Миша, говорит Маша. 这 кататься на чем 老师说指什么来着？工具啊，哪加几格啊？六格啊，嘎达森呐。那后面还可以加什么呀？比如说飞机呀、火车呀、自行车呀，是不是都可以用？轮船呢？小船啊，都可以啊，嘎达森。或者是运动动词是吧？运动动词。Так, дорогие мои друзья, 看 друзья 你有啥想法？原型是 друг， друзья 是复数的特殊，它的哪个格还特殊啊？记谁万年记不记得 друзья 还哪个特殊啊？现在我们学的复数第四格怎么变呢？把软音符号压去掉，直接加 е друзья。Я люблю своих друзей。我很爱我的朋友们，是吧？我很爱我的朋友们。注意把软音符号压去掉，加上 е 就是它的复数四格，复数四格。就这些你要有联想，不会的时候马上去看一看，而不是在那儿说老师让默写你就默写，老师让干啥就干啥。还有一个学习自主性，每个人的联想是不一样的，可能这个词你觉得记着容易，别的人觉得记着难，我觉得记不住的单词音别人可能一下就记住了，是吧？寻找跟自己相符合的一些方法。А я думаю, все времена, все времена года, хороши по-своему.哈拉是什么形式？是不是形式短语形式？在句子当中做什么语？做谓语。那谓语是什么成分呢？主要成分。能不能删掉？不可以删掉的。如果它的需要表示时间的话，应该用什么？你们想一想，俄语用什么来表示时间？当自己本身没有时间的时候，用背起，用背起，听懂了吗？如果需要有时间的话，就用背起，背起的变位呗，或者是过去时，明白吗？хороши, хороши, хорош, хороши. 注意，它的短尾不是好的意思，可以翻成美好，更多的时候翻译成美。说 ，вы хороши в этом новом пальто. 啊，穿这件新大衣挺漂亮的，是吧？ты хороша на этой фото, на этой фотографии. 这照片照挺漂亮的，是吧？ хороша, хорош собой 这种啊，是漂亮的意思。по-своему 是以自己的方式，以自己的方式，各自不同的方式。比如说， мы понимаем это по-своему.我们每个人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对这个理解的方式是不同的，我们的理解是不同的，是吧？理解是不同的。по-своему 挺有意思的，嗯，这个在经典《安娜·卡列尼娜》听不听说过？《安娜·卡列尼娜》第一句话是什么？幸福的家庭都是
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各有各的，就用的这个什么呀 ？Buswell。你是思维西米，你下思维巴斯维姆，就大家都方式不同的不幸，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是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词，就用了这句话，这个词叫巴斯维姆，巴斯维姆，明白吗？嘎什的呀，杰夫什卡，克拉西瓦巴斯维姆，巴斯维姆就是乌音啊，圆唇要出来，什么意思？每个姑娘都有她自己独特的美，不要说谁漂亮谁不漂亮，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美，各自不同的美。对 ，Говорит староста Алёша。哇呀 ，староста 这个词让你联想什么呢？对呀、啊，它的限定语叫什么呀？要按阳性变的第四格是吧 ？Своего старосту мы уважаем， 我们很尊重我们班班长，是吧？尊重我们班班长，前面的限定语一定要。除了这个词还有哪个词啊？佳佳爸爸 Yunasha 还有个特殊的第几格啊？复数第四格叫 Yunashei， 其他的牙结尾的都要啥？要脱落的是吧？ Jivushka 叫 Jivushik 是吧？ Jivu 咬唇音要注意啊。你们期末考试还有语音呢，注意语音语调这个问题啊，一直到大四你的口试里语音语调都占20分的，听懂了吗？就语音语调都要占20分的，一定要注意到哪儿去考试，不用说外国人说外语，无论你答得有多好，语音语调都占分，听懂了？所以大家平时要注意啊。165页的翻译 Billy Wood 是吧？我喜欢学习俄语。Изучать 你们学过吗？学过吗 ？Изучать。Учить 也可以，学过吗 ？Учить 这个词是你们应该学的。武器器，一看是谁的不带下动词啊？武器色的，那他会不会变位啊？야우초대우치시온아나우치메우치무웨우치제아니우쳇우쳇，把擦去掉是吧？他是学记背背课文，叫武器器 text， 学记。我喜欢学习俄语，咱们现在学的学习有几个呀？учиться, заниматься, учить, изучать 你们学过呀？学过 изучать 是及物动词，直接加第几个？第四个。你可以说 я люблю изучать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я люблю учить。但是 учить 一般都是具体的，比如说背单词、背课文，学什么比较具体的东西啊？叫 учить， 学记背嘛，背课文、背单词、背句子叫 учить， 是吧？比如说。Когда изучаете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побольше учите текстов и фраз. 说你们在学俄语的多记点什么呀？多记点句子啊，单词啊，是吧？多记点句子、单词。这个记用哪个啊？учите更多啊，但也有学的意思。用изучать比较好。Я люблю изучать русский язык。大家看，再简单一点，如果你是学生的身份的话，你就可以说直接说Я люблю русский язык。是不是？俄语是非常美的语言。Русский язык。Очень красивый язык. 我现在去图书馆学习。Сейчас я иду в библиотеку заниматься. 注意这个一记啊，一记。也可以加不定式啊，表示去的什么呀？目的，一般加未完成体，去干啥？去干啥？但是现在。可以，给你这个句子你就这么记。Я иду в библиотеку заниматься. Заниматься. 你为什么不去食堂？ Почему ты не идешь в столовую? 我非常爱自己的妈妈。Я очень люблю свою маму. Маму 或者 мать。哎呀，你要是跟妈妈、母亲你不那么区分的话，你为啥不挑简单的啊？肯定变乌的呀，是吧 ？мать 也可以。Молодец. Саша очень любит русскую литературу. Почему ты не любишь свою бабушку? 爷爷呢？如果是不喜欢爷爷呢？своего дедушку. 为什么不喜欢你们班长呢？
Нашего старосту. Нашего старосту. 都能记住是吧？那是吧 ？Старосту。谁想去 ？Кто хочет？ 谁想去哪儿？就 Кто хочет пойти 是吧 ？Кто хочет пойти？ 咱们学了吗？是不是对话里学了一个 пойти？ 什么 ？Стоволь，Стоволь，Стим， 拜度。对，这句话应该用 пойти 更好。Кто хочет пойти？В баню。В баню。下一课，四格动名词、非动名词。这个平常我们已经复习了是吧，第四格单数的是吧，单数的第四格我们讲了要注意哪个性啊，阴性和阳性的动名词，阳性的动名词就这两个是吧，阴性的是阿改乌亚改优元音符号不变，中性的是不变，阳性的非动名词不变，动名词呢同第几格，第二格，那第二格是怎么样的啊，软音符号改成呀，一克拉改成呀，是吧？吉罗吉罗呀，吉罗吉罗呀。那么形容词呢，变欧巴和耶瓦，欧巴和耶瓦。比如说那什瓦，斯瓦耶沃，克拉西瓦瓦，是不是啊？这是形容词的变化。其他的单独的格呢，大家要注意看一下。老师简单的总结了一下。第四格的用法啊，第四格的用法最重要的两个单词是 much doch 这种啊 much doch， 其他的再有就是这种一致的 starost加加杰杜什克这种，注意前后不一致，后面是按阴性变的，前面是按阳性变的，注意这种啊。然后另外呢就要注意一下变格的时候有字母脱落的，重音移动的这种现象，但通常这是不是只有第四格才发生啊？不是啊，变格的时候都发生，比如说啊杰茨，它所有的变革重音都后移啊，耶脱落重音后移，带耶斯的。比如说，我们还学过哪些带耶斯的？一带耶斯是前面带元音的，啊，介词是去掉之后是辅音的。比如说我们的别别词、普拉达别词这种是一类啊，重音变了就不是一类了。听懂？重音变了是不是一类的？给带耶斯、盖耶斯是另外一类，就去掉耶斯，剩元音的。这个时候耶是脱落吗？不是，是变成了短一，变成短一。但是另外呢还有什么呀，像 Narut 这样的 Maladosh Narut Maladosh 啥东西啊，Narut Maladosh 大家看一下 Narut 什么意思，人民的意思， Maladosh 是年轻人、青年人，注意这两种词在俄语当中叫集合数词、集合名词，一字一解。集合名词什么概念？它指不指个体啊？没有个体的话，你怎么分男女呢？是吧？你怎么分人和非人？注意，它就作为一个群体的时候，不区分动物、非动物的特征，那它就是什么名词啊？非动名词，非动名词是一个群体。你比如说，这是一个团儿，你也分不出来它是什么东西，你就是把一个作为一个物就可以了，明白吗？这样来理解。记住啊，就是 Я люблю свою родину, свой народ， 什么意思？我热爱我的祖国，热爱我们的人民，是吧？那 родину 要变，但是 народ， 记住它不是指一个人的个体，所以它没有这个生命性特征，它是一个群体啊，它是一个群体，听懂了？第四格不变。Так， 形容词的变化老师不讲了，形容词变化注意哪两个词？比如说 dot。того, этот, этого, всего, 这样的记住啊。注意，还有就是形容词转换的名词，形容词转换的名词。现在大家看一下，俄语这种语言，它是服从于什么的？形式的，形式的。你比如说，кто сегодня дежурный的？дежурная я сегодня дежурная。дежурная。这叫啥？今天我值班，我是值班人，我是值日生。大家看一下，一尊姐接住了，接住了奶的，接住了奶。看一下接住了奶，尽管它是名词，但它变化的时候怎么变？按形容词变啊。这样的词咱们还学过什么？比如说 ，столовая， 还有呢
Gostinnaya. Priyumnaya. 还有呢 ？Uchonnyi. Uchonnyi 是吧？比如说熟人也可以叫 znakomyi. Znakomyi 就都是形容词变来的。它尽管性质上变成名词了，那就可以做补语了，而不是做定语。做名词的时候是不是就做主语或者补语了？是不是这样的？它作为一个形容词和作为一个名词，它本身的语法性质有什么变化呀？形容词是做定语的，名词是用来干啥的？主语和补语的，是吧？主语和补语的。但是无论它做什么，它的变化都要跟谁变呢？形容词原有的这个体系变，这一道记住啊。人称代词四格，这个需要我们大家记住。米尼亚吉比亚伊沃语哟 ，nas vas ich。俄罗斯人的姓和名的第四格，大家看一下，按什么变呢？按动物名词变，按动物名词阳性变，按动物名词什么变呢？阴性变，这种。阴性不存在动物非动物的区分了，是吧 ？Sergey Sergey 啊 ，Ivanov Ivanova。这个有一个比较难在哪儿呢？你比如说俄罗斯人的姓氏伊万诺夫，你们知道伊万诺夫的媳妇姓啥吗？就姓伊万诺夫。伊万诺夫，而他的第二格又是伊万诺夫，所以阴性的变格是另外的体系。有的时候你就弄不清楚，这是你面对这个人是伊万诺夫还是伊万诺娃，是吧？伊万诺夫还是伊万诺娃？你比如说梅德韦杰夫，他媳妇姓啥？梅德韦杰娃。他的女儿应该叫啥？姓什么呀？没出嫁之前就姓梅德韦杰娃，听懂了？嫁了人以后听丈夫的姓，是吧？普京姓普京，他的媳妇姓啥？姑娘姓啥？普京娜，两个女儿啊，现在已经出嫁，一个出嫁也不能再姓普京娜了，要换他丈夫的姓啊。所以原来呢，他的两个女儿，一个叫嘎姐的，叫叶嘎吉琳娜·弗拉基米尔夫娜·布金娜。为什么是弗拉基米尔夫娜？因为什么？因为他爸叫 Vladimir， 中间那个 Vladimir 呢是什么？是副称。爸爸叫什么？用爸爸的名字来的。比如说 Vanya， 咱们班长以后生个女儿叫 Maria， 随便举个，是吧？那他的名和副称应该姓叫什么 ？Maria Ivanovna，Maria Ivanovna， 然后再自己起个姓氏啊。以后将来我们学这课，每个人都得自己起个俄罗斯人的名姓和副称，然后你再设计一下你爷爷奶奶叫啥，然后儿子孙子叫啥，媳妇叫啥，再娶第二个媳妇叫啥。但是我不是要对的去带去咱们跟老师一块读 Вы знаете нашего ректора？ 中文化翻译成啥？你认识谁是谁吗？说我很熟。对，是 хорошо знаю， 不要翻译成非常知道啊，或者非常了解，就是我很跟谁很熟啊，是吧？Да, я его знаю. Только он меня не знает. 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认识普京，普京不认识我。Я знаю Путина. Только он меня не знает. 听懂了，他不认识我啊。Кого ты часто вспоминаешь?这个中文话叫你经常想起谁，是吧？经常想起谁，一般直接四格都是想起谁。Я часто вспоминаю своего старого друга. Старого друг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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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句子都是，如果明天我们考试考这样的句子，你能不能回答呢？你得读熟啊，你得读熟，可能是翻译，可能是对话，反正就是 Вопрос ответ 里面，总共才学那么几课，自己去找去啊，背熟了。Я встречаю своего дедушку. А вы? Я встречаю своего дядю. 接谁？是不是？这是不是重点的？老师说第四格这要重点注意的。家舅 дедушку 阴性变化，前面呢是阳性的限定语。Так, ты знаешь моего отца?Конечно. Я его хорошо знаю. 你认识吗？很熟，是吧？认识吗？很熟，就这样讲。Ты хорошо знаешь инженера Иванова? Нет. Я плохо знаю этого товарища. 我不太认识这位同志啊，我不太认识这位同志。Ты часто видишь Нину? Да, я ее часто вижу.
Кто сегодня дежурный? Почему не подметал пол? Мы уже подметали. Даже мыли. 我们不但扫了，还擦了呢，是吧？中国叫擦地，俄语叫洗地。抹洗，这就是我们思维方式不一样。我们说擦地，俄语叫抹洗，抹洗咱们说洗手叫抹洗路基，饭前洗手叫抹洗路基，是吧？然后是洗菜什么这些东西叫洗洗洗 ，overshi 是吧？洗洗洗，洗澡叫啥？叫 gubatsa 是吧？然后还有什么呀？这个洗碗叫什么？叫抹洗，把速度。每次把速度，它都有一些搭配啊。汉语的洗跟俄语的洗不一样。洗衣服叫啥呀 ？Стирать белье， 看用了多少啊，可以动水的这东西啊。但是 ，Кто видел мой паспорт？ Я видел. Он на столе. Я жду нашего декана. А ты? Я тоже жду его. Что ты тут покупаешь？Томатный сок, молоко и хлеб. Что ты берешь на первое? Я беру украинский борщ. Два вопроса. Один – это ужин, обед, завтрак. Первый блюдо, второй блюдо, третий блюдо. Что ты будешь есть? На几格啊？四格。几道菜要用什么姓啊？中姓，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三道都是什么知道吧？第一道是汤，第二道是主菜肉鱼什么之类的，第三道是甜品茶，或者是什么呀冰激凌这样的，是吧？冰激凌，第三道通常是甜品啊。另外一个 brach 这个 birush 的变位是不是也是重点呢 ？brach 的特殊变化啊 ，birush birut， какое вино вы любите？ Я люблю сухое вино。Вы меня понимаете? Когда я говорю по-китайски. 还往上扬吗？大家看一下，调研中心一个问句就有几个呀？你想问我说汉语的时候，你能听明白吗？你能听明白吗？汉语也有重点呢。正常应该读 Вы меня понимаете, когда я говорю по-китайски? 不要看看中国人是怎么读的。Вы меня понимаете, когда я говорю по-китайски?用的是啥调啊？中国话的调。我说一说，你能明白吗？注意俄语，我们说这是一个问句啊，有一个调用三的中心，其他都要中心后部要什么样降下来。Вы меня понимаете, когда я говорю по-китайски？ 听懂了，是这样的一个问句啊，不要再伪劲儿似的。Что вы там делаете？ 你在那干啥呢？Что вы делаете？ 是吧？俄语是这样的啊，这是调型的问题。Когда вы говорите медленно, я понимаю. А когда быстро говорите, я плохо понимаю. Извините, кто из вас 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ич? 现在 кто из 啊这种句式记着就行了。你们当中谁是 ？из 加的是二格啊。Кто из вас？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ич, мы вас, я, мы вас ждем на обед. Ждать. 后面加可以加 гуда. 我们等着你去干啥？这里是我们在等着您去赴午宴，知道吧？赴午宴。我们等着你去开会怎么说？Мы ждем вас на собрание. Мы ждем вас на собрание. 张开嘴，大点声说啊。Спасибо. Иду. 啥意思？马上到。就胡说。一般我现在习惯问，你能告诉我多大吗？马上。有的人马上一个小时都来不了，或者仨小时。马上。立刻这样。Дорогие гости. Прошу к столу. 固定的啊，请大家上桌吧。Прошу к столу. К 是朝着哪儿去的意思，朝着哪儿去。Прошу к столу, 请上桌。客家第三个啊 ，Зина, вы сюда, а ты Паша, рядом, удобно,
Удобно, 大家看一下，你们猜这个副词在这是什么用法？是哪种副词？普通副词、短语、短尾还是谓副词？啊？注意啊，是谓副词，表示感受的，表示感受的是吧？表示感受的。对 ，да, спасибо。что желаете пить？或者是这个желаете啊，是愿望，后面加的什么呀？动词不定式是吧？加动词不定式，желаете是愿望。那么我们现在最需要掌握的词是хотеть。что хочешь пить？ желаете有点正式啊。водку。сухое вино。пиво。为什么都用四个 ？пить， молодцы。литр。А ты? Томатный сок. Ваши бокалы. Наливаю. Я первый раз в этом ресторане. Я первый раз в этом ресторане. 你不能翻译成我第一次在这家饭店里，汉语就是要用第一次来这家饭店，听懂了？所以不是见到了汉语里有动词，俄语就一定要体现的。Я первый раз в этом ресторане. Я тоже. Я тоже. Не знаю. Какие здесь блюда? Вот меню. Закуски. Я беру салат мясной. Закуски 是凉菜的意思啊。在三道之内还是三道之外？三道之外，在桌子上摆的，先放到桌子上，应该桌子上应该有面包和 закуски 叫冷菜啊，冷菜 закуски。я беру 是我点 салат мясной 叫 мясной салат。салат 就是什么意思？沙拉其实就是凉菜，说的很外国的就是沙拉是吧？其实就是凉菜。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大白菜知道在俄语里咋说吗？可以说 китайская капуста， 也可以就有说是 салат 的，就说明他们这个菜它是凉着吃的，是吧？凉着吃的，它就叫 салат。мясной салат 指的是肉拌的什么呀？凉菜。я тоже。а что берем на первое второе？ на первое я беру овощной суп。на второе рыбу。а я на первое украинский борщ。На второе курицу， 中间的破折号都是什么呀？比如，看到了吗？比如 ，Почему ты здесь, а не в ресторане？ Я плохо себя чувствую。这英语老师再强调一遍吗？我不舒服，和 чувствую 是吧 ？Голова болит， 脑袋疼是吧？后面咱们又学了一次了吧？Голова еще болит, 是吧？后面还有一个对话里出现过。В чем дело? Мы долго гуляли в универмаге. Там было жарко и душно. Понятно. А лекарство принимал? Принимать, сейчас мы学过两个词，一个是洗澡，一个是吃药。用这词啊，这个要好长时间。中国话叫吃，但千万不能用 yes 这个词啊。对，吃药在俄语里用 принимать лекарства， 不可以用吃喝这样的词。Да, не беспокойтесь. Маша, где вы были сегодня? Мы были на рынке. И что вы там делали? Мы покупали арбуз, мясо. Знаешь ли ты, кого мы видели на рынке?Кого? Нашего профессора Иванова. Он покупал пиво и вино. 这对话是谁跟谁呀？玛莎和丽达是吧？是吧？Мой день. Я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 Работаю в Харбинском политехниче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Работаю в Харбинском политехниче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就是没有问题，老师就继续往下领着大家读，好不好？有问题随时说啊。
我是干啥的，在哪儿工作，附加六格，这是没有必要说的。Преподаю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и русскую литературу。Преподаю 原型什么 ？Преподавать 老师在讲什么的时候讲到这个单词了？去掉四个字母的时候讲到这个词啊，就大吉大瓦奇，是一个特定的一个特殊的变位的体系啊，特殊的变位体系。Так, дальше. Утром. Я рано встаю. 有什么联想 ？Вставать 的变位是吧？去掉几个字母啊？四个字母中音后语 встаю, встаешь, встают。Делаю утреннюю зарядку. Умываюсь. Чищу зубы. Принимаю холодный душ. 洗个冷水澡是吧？那又有咱们洗啊，又有新的说法了是吧？汉语的洗，你翻译成几种了？洗碗，是洗碗，洗菜，洗碗洗菜洗水果是吧？你这洗衣服，是吧？洗澡这个洗冷水澡。汉语都用了一个字“洗”，俄语呢用五个不一样的动词，是吧？就现在你们才学这么一点点，就有这么多种说法。Веде время， 回答什么问题啊？刚的，这个时候 ，Моя мама готовит завтрак。готовит завтрак 什么意思？那 готовит 还有一个用法，咱们学过。你们食堂做饭做咋样啊？怎么说呀？你还有点中国的调，嘎嘎多月的瓦什斯达沃瓦伊，往下降啊，嘎嘎多月的瓦什斯达沃维，嘎嘎多月的瓦什斯达沃维，用的什么呀？用嘎多月后面加上个介。比如说这家饭店饭菜咋样啊？嘎嘎多月的维达莫里萨拉尼，能记清楚这句话吗？嘎嘎多月的维达莫里萨拉尼。说上来让你们说了啊，都能说上来吗？嘎嘎多月的 ，Ведем ресторане， 知道吗？嘎多月，这个嘎多月，嘎多月老师说还有什么意思？什么叫嘎多月 ？Урок， 温习功课的意思啊，温习功课的意思。После завтрака я одеваюсь и ухожу на работу。Мама тоже уходит。Только она идет не на работу, а на рынок. Там она покупает мясо, рыбу, овощи и фрукты. Моя мама не работает. Она уже на пенсии. На пенсии 是哪家几个？六个。如果前面是运动动词呢？不一定是一季，可以是未季，也可以是未季。只要是运动动词，不是啥也没有的话，就应该用什么呀？用 guda， 明白吗？只要带运动动的词根的，都是什么呀？ guda。要是背起这种，就用什么呀？个介，哪加几格？六格，表示状态的。听懂了？能跟上是吧？那变洗啊，那我是那变洗。原型是什么呀？变洗呀。你看，拿变息是退休，其实变息啊是退休金的意思。比如说，变息有保留权也是，什么意思？你有退休金吗？保留权学过吗？收到这个词，保留权前没学过哈。Так, дальше. Восемь часов. Я начинаю свой рабочий день. Начинать 是及物动词啊，及物动词开始。Через четыре часа. Через 加几格啊？四格。一定的时空距离之后。Обеденный перерыв. Сегодня я иду в столовую. После обеда. Возвращаюсь на кафедру. Там проверяю домашние задания. Проверять.检查、检验、验证，加什么呀？四格，说明它是什么词？及物动词，及物动词。В пять часов. Заканчивается рабочий день.
Я еду домой. По дороге домой. Домой. 回家的路上，这个我们说过很多次了，是吧？Я захожу в продуктовый магазин. Продуктовый магазин. 副食店是吧？回家的路上，我顺道去副食店。Там покупаю сок. Молоко. Хлеб. Хлеб. В шесть часов. 6:00. 那么这一刻又大量的出现了另外一个时间表示法，就是在几点钟？附加几格？四格是吧？附加四格，在几点钟？还出现了时间表示法，叫 Chiles。还有一个时间表示法叫 Bosle。这个你先不用别的，你就把书上这些备注就行。听懂了？考试有一道题就是前置词，就从书上来。听懂了？ Я переодеваюсь。带 Бери 老师都是什么意思啊？转换多次，重复叫 Бери。И ужинаю。После ужина。Мою посуду。Женя, мою 的原型是什么？ Молодец。以后所有问题都这么回答啊，老师就一天给你说一百个 Молодец。对。Мою посуду。注意 посуда 这个词啊，餐具，它又是一个群体的概念，它是不是指一个碗一个碟子？那就这样说明它有一个什么性质？它有没有复数啊？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对于集体的这样的概括的称呼，他就不查它是几个了，所以他就用单数叫 мою посуду。Подметаю и мою пол。Читаю газеты。Или смотрю телевизор。Смотреть 怎么几个用法？一个是直接四格，固定搭配看电影看电视，另外一个是什么了？朝哪儿看？哪加几格？四个，老师最典型的 смотрите на доску， смотрите на меня， 是你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我。但是往窗外看咋说？固定的啊，叫 смотрите в окно， 那是固定用法啊。跟 окно 比的时候是透过窗户往外看，叫 в окно。其实你可以理解为什么窗户是 в окно， 大家看一下。其实是你在窗户里是一个世界，外面是一个世界，你可以把窗户看成是你的一部分，也可以看外部世界的一部分，是吧？其实你还是往另外一个空间里看，是不是这样的道理？所以说有的时候他解释为什么 smartly walk no 记不住，我有的时候那是典型那继续在俄语当中表示方向朝哪块，明白吧？你说你往黑板上看是不是朝向啊？能不能往里啊？他只能用那说你看着我，你也只能看着我的脸是吧？看不到我的内心，是吧？看到我的内心，现在很饿。但是看一下 smartly， 记住啊 ，smartly，smartly 是多 ，smartly 那是多，那个我，那加四个 ，vadina chesov， la rus spas， 注意啊，什么情况下用 la rus 啊？什么时候情况下不用？就有一个时间点要就寝的时候要用。对，就是在低年级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 когда вы встаете и когда ложитесь спать。一般都问作息，人的作息制度，说你早上几点起啊？晚上几点钟睡？就晚上几点钟睡一定要用什么？ ложитесь спать。когда ложитесь спать。你说 в 11или в 10，十点或者是十一点是吧？这样的，那你说哎别吵啊，睡觉呢他们。什么呀？啊，你说 spat， 你书密解是吧？你们写作业的时候有两个分不开的，老师要跟你们讲一下。你们把这重音跟老师标一下，然后说一下原型是什么。多惨呐、啊！英语里这个还念摸，是不是？还念摸。这个俄语里念么，所以你们就滥用这两个，是吧？谁认为自己能读准了？瓦写的？行，没给我念两个书面的，书面的。摩羯最起码念对一个啊，书面的，书架的。
那再说一下，他们两个不一样，那原型一不一样啊？也是完全不同的呀。第一个原型，书灭气，原型叫书灭气，这个叫书记气，这不一样的啊，书记气。一个是开玩笑，一个是吵嚷喧哗。书灭气和书记气，张嘴，嘴不能懒啊，书灭气书记气，书记气，书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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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边的书灭的，阿万尼斯比的。